计分板启动。如果想看时间表的话，下一句也可以啊。8:30左右给大家开水友赛。喂，物流货运，从物流货杀到全新城，行动地图。水友赛8:30左右。然后这个模式之下呢是没有这个圣灯护甲的，然后枪械的等颜色决定它的这个配件等级。嗯，对。然后会有空投，然后这个模式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被击倒了之后，就是你的本身的物品是不会消失的，就越打到后面，大家的一个整体的物资情况就会越丰富。这还差一丝。是你拿掉。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个充能条就代表就是还有多少能量就可以变身，然后获胜条件是到150分，或者说15分钟结束了之后，就是场上分数最高的人就会获胜。这个是正常的牌，这个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新模式，不是水友赛啊，各位。现在的这个模式还不是水友赛。嗯，对，等一会儿我们再看水友赛。对，是可以滑铲的。正在运送支援舱。嗯，把这个吃一下，这加能量条加的还是挺多的。是，但是这个。就目前这个模式之下，我还没有捡到过点五零，标六捡到过，点五零没有。哎，马上可以变身了，来不及。放一下。然后这个模式还有个特殊的一点，就是你变身了之后，就是你锤普通人就是一拳打倒，可以直接一拳击倒。陷阱布置好了。感受冰原刺骨的魅力。排位赛就是经典模式的排位赛，一直可以打，各位。然后这个模式是不算到正常的排位分里面去的。你们先拿一下，去捡什么？让我们变身。对，这个位置是物流库旁边，物流库和中转站那里。看，猜一下会是什么？哦，点五零。可以啊。还有狂怒哎。狂怒也不拿了，这是无限的无限子弹的点五零，双死，直接变身。北极星，赐予我力量。变身模式之下增加血量，然后伤害和移速，直接腰射点五零。哦，这是罗伊斯大招，有点帅气的这一波，确实，我需要换弹。但是变身之后，他这个伤害加太多了。对，包括移速的一个加成，就是他变身了之后，你的所有的属性都会有一个提升。大家想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可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水友赛环节。灵猫还没有正式上线，然后大家可以关注钢铁英雄的官方公众号去获取灵猫上线的第一手资讯。对，今天是4月。快。超级英雄这个模式是属于单排的，但是它并不算到排位分，它是单独的一个积分系统。换弹，现在场上最高分就是我们了。就是，开，哎，是什么？还是点五零？好好好，双持就没必要。他这个东西还是蛮懂得我们的，我就是标六，你就是点五零，是吧？比较契合。水友赛8:30左右哦。再甩。这个模式不算到正常的排位分里面，这个模式是单独的积分，它不算排位分。不会太难。去看人吧，我感觉昨天将军用狙了，我感觉昨天将军用的高斯在这个模式，我感觉也还行。拉就是枪械这个东西，肯定还是根据大家个人的这个习惯手感来。很急。对面想了想，不跟你对了，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到后了，但是他打你真的很痛。确实。击倒超级英雄是10分，击倒普通玩家是只有5分。有点东西啊。带给你永恒的宁静。你的 easy。夺金行动的具体上线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光能英雄的公众号获取资讯。再差一点就可以变身了。
给敌人一个寒冷的惊喜。注意，最高积分已刷新。现在是11月30号的早上7点半。换弹种，敌人不会等太久的。汉娜的具体获得方式可以关注光明英雄的官方公众号，获取第一手资讯。赐予我力量，布置一个小小的陷阱。注意，他们说刚刚那个夜幕有我的影。啊，乱讲！我们老实说，夜幕还是很强的。来，华晨，你先亮。为什么？现在都说了我很强的。把他拉出来。真过分呀！你们几个，换弹，黑我。陷阱布置好了。哦，我们离获胜目标有点近了。绝招就绪，冰雪将呼啸而来。它的这个模式之下的复活机制是在，你被淘汰的那个点的附近，以你淘汰的那个点为圆心去随机落，所以就是你的位置肯定会跟最开始的跳点会有很大的区别，落点会有很大的区别。快，这枪没谁了。需要换弹。停下。漂亮，最高积分已刷新。然后在超级英雄模式之下可以看到小地图，它的小地图和普通玩家的小地图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最高分再次刷新。对，小地图回个甲。冠军即将诞生，恒的宁静。再抓两个就可以了。60分钟一局这个模式。好局。正在运送支援舱，还可以再来两局。我在换弹。对，灵猫的具体上线时间可以关注光明英雄的官方公众号。对，水友赛是我们来创建房间。感受冰原刺骨的魅力吧。哦，一抬头空了一下。冻死了，赶紧把大招给他。冠军已经出现，恭喜！结束。看看打了多少伤害，这个模式。7000多，哎，差一点伤害，777。27个人头，然后7700的伤害，可以了。准备好，感受这刺骨的力量。可以再打个一局。差一点伤害就是4个7。好。好玩哈，这个模式。